掌声们，动身，我一下跳，动身。台下支持者挤爆造势活动会场，大选最后倒数，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再到宜兰替县长候选人江聪渊及罗东镇长候选人黄世超站台。2020年，我选总统的时阵，咱的宜兰给我偌侪票？几趴？63%呢？啊，江聪渊63%，会使给总统拜托的未？表现第一名宜兰市的市长来做咱宜兰县的县长，咱是不是来甲支持？大家讲好唔好？有信心啊无？蔡赖二度合体也是两人五度到宜兰辅选力拼翻转，而江聪渊的妻子邱玉山也现身感性相挺。你曾经告诉孩子不要怕，爸爸没有做错事。现在我跟孩子要告诉你，我们不会害怕。对所有的争议，你能一条一条说清楚、讲明白的你，已经是我跟孩子心中最佳的典范。不舍江聪渊选举期间遭对手攻击抹黑，还一度讲到心疼哽咽。咱免哭，因为咱甘愿选择这条艰苦的路，就是要让宜兰未来愈来愈好。大选倒数三天，激动催票，歌手詹雅文也到场献唱拉台声势，喊话要让宜兰更进步。三立新闻 SNG 小组宜兰报道。